才你们去咱们那个农田里了，据说咱们这还是小麦的主产区。随着近些年来呢，咱们汤阴的这个大力发展啊，产业啊这个集聚区，所以说呢，看到家乡的这个发展的这么好，很多在外务工的一些朋友们又都回家来了。哦，哎，回家就是在家里挣的钱，实际上不比外面少。对啊，在这个集聚区里边工作啊，又能和家人在一起，又何必到外边打工呢？哎，在家就挺好。对，你看，比如说在我们这儿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粮食加工企业呀，包括面粉加工厂啊，他天天搬那个面粉，搬面粉，这样无形当中又锻炼了自己的体魄，又赚到了钱，而且还训练出了很多大力士。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呢选择了几位大力士来到了咱们的现场。来搬面粉吗？我们来个游戏来比拼一下。你干嘛扛面粉吗？大力举重，举面粉怎么样？来，掌声请上几位大力士。哇，这是大力士。好，来，二四六七，七位。那今天我们怎么玩呢？这个游戏，举面粉游戏规则：第一位参赛者从80斤面粉开始举起，挑战成功后，下一位参赛者则必须向更高级别的重量发起挑战，以此类推，举起重量最高者获胜。好，现在我们挑战赛开始，几位？那我们就从个高的大力士高力士开始，80斤，加油，高力士，他没问题，他一直胳膊都没问题，太轻松了，太轻松了，一 OK。二三，好，成功，成功，挑战成功。好，其他人就不能再举八十斤了。所以下一个就得往上增了。其他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行，就视为淘汰。100斤，来，怎么都得试一下，纯爷们儿啊！100斤，男人最怕别人说不行。我们汤阴的男子汉有什么不行的？不管你是挺举、抓举还是往上，举起来，举起来。哎呦！那么难吗？这里已经脸都憋红了，这里已经淘汰一位了啊！这位壮汉，我觉得你没有问题。加油，加油，拼了！3、2、1，成功！好。刚才那位小伙子已经被淘汰了，淘汰了，向你拍，淘汰出局。120斤，加油哦，120斤哦。哇！喂喂，你什么感觉？你把面粉袋都摔炸了！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这要是你家我嫂子，你咔就举起来。来来，还有没有？哎呦，这大哥的肌肉！哎呦，面对重达120斤的面粉，这位身强力壮的大哥能否一举成功呢？哎，大哥，看来您这一身的力气没能发挥出来啊！别气馁，回去还要多加锻炼呢。让我们看看其他几位的表现吧。我们在国际比赛的时候呢，为了防止手打滑，都会有那个粉，这个没有，你可以拍拍面袋。你看，好用，挺举可以，可以放在胸口上挺一下。预备去，加油！哎，差一点，掌声！2、3，去！尝试一下，最后一位了。哎，有戏，哇，加油，再来，稳住，1、2、3，切，哇，算他过好不好？这怎么能过？要过头顶的啊，好可惜。不，我们看下边的，我来试一下。如果下边的还没有到达他这种程度，那他就是胜出。我来，你来试一下。你也想要奖品是不是？刘刚，你可不要盲目自信了，120斤的重量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举得起来的。刘刚，一路走好，加油！哎，他在这里还很有底气，很自信。我来。还有没有？哎，真的120斤真的好难，好重。高力士，看你的了，加油！哇，多淡定！哇，这一刻把掌声都送给我们的高力士。
别着急呀、啊，人家这后面的还有挑战的资格。哎，你还没试呢是吧？你为什么不试呢？来，只要肚子大，什么分量都不怕。一二三，用肚子顶。哎呀，我觉得他行，我觉得你行，我觉得你行，我觉得你行啥呀？好，两位掌声欢送一下两位大力士。谢谢，人家高力士早就讲这个没有问题，还能加的，还能加吗？各加10斤。天哪，举起重达120斤的面粉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了，没想到这位被称为高力士的壮汉轻松完成之后竟然还要继续增加难度挑战140斤。高大哥，您的身体潜能还真是不可小视啊。我这怎么就到后边了？拿宽一点，拿宽一点，手拿宽一点。哇！哎呀，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冠军。我们苍蝇举重挑战赛总冠军高力。你叫什么名字？高奇。高奇，来。有请我们的李小姐来颁发奖杯，金奖奖杯，恭喜恭喜！哎呀妈呀！掌声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厉害厉害，纯爷们儿啊！现场还有没有观众觉得刚才高奇的140斤可以挑战的？很简单，如果有挑战的，依然有大礼送给您，有吗？纯爷们儿，你不来试试？有没有女士也可以？这个是什么？60。这边有个大姐，大姐就你了。哎，大姐上。哎呀，这位大姐一看就是举重名家呀。这60算什么？大姐，就看你的了。来，试一下。该加油啊！来，一、二、三，起。加油！注意安全。成功了！这位苍蝇的大姐成功举起60斤面粉，正可谓女中豪杰。姐，你还有没有挑战80斤？陈哥，有我跟刘刚在边上。我不行，我这边不行。奖品：多功能电饭锅。看到没有？你要你敢挑战，来了就给，来了就有奖。你敢挑战就会有奖哦。那个，您兴奋吗？先讲。我说你兴奋吗？姓蒋。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谢谢大姐。大姐，好玩。